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刚刚去世的张英才先生。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所拍摄过的粤语电影。16碧血金钗，张英才饰演徐元平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于素秋、陈好球、雪妮、石坚。17碧血金钗下集，张英才饰演徐元平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于素秋、陈好球、雪妮、石坚。18锦绣年华，张英才饰演骆俊才，同剧合演者包括白露明、林凤、张青。19宝城剑女，张英才饰演华伦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凤、麦基、薛家燕。20兰归四凤，张英才饰演刘剑雄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文爱兰、欧家慧。21漓江河半血海仇，张英才饰演邝炳炎，同剧合演者包括胡枫、吴君丽、于素秋。22漓江河半血海仇下集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邝炳炎，同剧合演者包括胡枫、吴君丽、于素秋。1964年一尾靠滚，张英才饰演赵球，同剧合演者包括绝妮、张青、梁醒波。2一家之主，张英才饰演李志恒，同剧合演者包括白露明、司马华龙。3刁蛮女戏夫，张英才饰演何世彤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凤、郑碧影、郑君绵。4大丈夫日记，张英才饰演江德信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丁莹、林斌、姜中平。5大丈夫日记下集，张英才饰演江德信，同剧合演者包括南红、张青、李香琴。5女侠脱脱儿，张英才饰演马文龙，同剧合演者包括邓碧云、于素秋、石坚。6女侠脱脱儿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马文龙，同剧合演者包括邓碧云、于素秋、石坚。7小夫妻，张英才饰演刘志平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丁莹。8北凤南凰，张英才饰演童志军，同剧合演者包括胡枫、吴君丽。9同屋共住，张英才饰演麦显平，同剧合演者包括南红、梁醒波、麦基。10好儿孙，张英才饰演林达章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凤、梁醒波。11行运老爷车，张英才饰演老国超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丹、梁醒波、谭兰卿。12武当飞凤，张英才饰演齐君瑞、施一龙，同剧合演者包括陈宝珠、石坚、关海山。13武当飞凤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齐君瑞、施一龙，同剧合演者包括陈宝珠、石坚、关海山。14恨海晴天，张英才饰演陈家梅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家星、李香琴。15海底龙吟剑，张英才饰演白长天、邵书生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于素秋、欧家慧、李凤星。16海底龙吟剑下集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白长天、邵书生，同剧合演者包括于素秋、欧家慧、李凤星。17神剑王子，张英才饰演华伦王子，同剧合演者包括林凤、余美华、麦基。18神龙五虎将，张英才饰演汤如海，同剧合演者包括张仪、陈好球、陈宝珠、石坚。19鬼马家姐，张英才饰演庄仲才，同剧合演者包括邓碧云、夏平。20雪花神剑，张英才饰演方少南，同剧合演者包括绝妮、陈宝珠、任燕、石坚。21雪花神剑第二集，张英才饰演方少南，同剧合演者包括绝妮、陈宝珠、任燕、
石坚。22雪花神剑第三集，张英才饰演方少南，同劇合演者包括绝妮、陈宝珠、任燕。23雪花神剑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方少南，同劇合演者包括绝妮、陈宝珠、任燕。24街市皇后，张英才饰演何俊华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林凤、麦基。25乡里夫人，张英才饰演赵山，同劇合演者包括南红、李香琴、麦基。26万变飞狐，张英才饰演万里云，同劇合演者包括于素秋、李红、陈宝珠、石坚。27满堂吉庆，张英才饰演唐乐天，同劇合演者包括南红、于素秋、任剑辉、曹达华。28碧血金钗三集，张英才饰演徐元平，同劇合演者包括陈好球、陈宝珠、石坚、雪妮。29碧血金钗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徐元平，同劇合演者包括陈好球、陈宝珠、石坚、雪妮。30胡涂太太，张英才饰演周家齐，同劇合演者包括南红、张青。31感受天堂，张英才饰演保险公司侦探，同劇合演者包括张英、胡峰、罗艳卿。32隐形复星，张英才饰演张伟才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林凤、梁醒波。33霹雳蔷薇，张英才饰演司马威、司马敬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曹达华、罗剑郎、南红、欧家慧。34霹雳蔷薇下集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司马威、司马敬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曹达华、罗剑郎、南红、欧家慧。35魔宫神掌上集，张英才饰演顾文音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曹达华、于素秋。36魔宫神掌大结局，张英才饰演顾文音，同劇合演者包括曹达华、于素秋。37魔鬼的爱情，张英才饰演游子健，同劇合演者包括丁浩、张青。好，今日讲述介绍张英才先生在50年代同埋60年代所拍摄过嘅电影，暂时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张英才先生所拍过嘅粤语电影，请大家留意收睇。